啊！我今次又嚟到呢個大江埔呢個娛樂休閒農莊啦。咁今次咧都係露營。咁點解嚟露營咧？因為咧佢咧今次露營咧有啲特別，就係佢可以安排到咧呢個咧冷氣俾我去露營。哇！露營有冷氣，自己搭咗個帳篷即係有冷氣。咁所以咧，我就嚟試下睇下好唔好啦。咁今日原來都好多人嚟露營噶。啊！即係晴過咗之後，啲人就陸陸續續咧就出嚟啦，咁樣。咁誒，呢個營區係唔錯嘅。你諗下，佢草皮啊都肯啊重新呢個啊鋪一下一下咁樣鋪啊。另外仲有其他嘅呢個配套嘅廁所啦，唔錯噶。廁所就上次影過啦，唔影啦。咁樣樣。咁誒，今次咧。佢咧仲整理咗其他嘢喎，哇！上次嚟呢個百香果，而且都未有果啊，嗱，今次有果啦，今次睇下，哇，好茂盛啊，好多果啊，酸近啲俾大家睇，嗱，呢只百香果啦，黃，第時熟咗之後咧，就會黃色噶啦，啊，女主人喺度修剪緊呢個百香果，即係肯打你，咁啊，可能再遲啲嚟咧。你應該有得食噶啦，呢啲買得一個一個咁樣。咁我睇下下次再嚟睇下會唔會有呃到食先。哇！上次嚟到嚇，老婆叫係青椒咩？咦，係喎，真係青椒喎！哇！上次嚟都冇見青椒咁大粒噶，不過而家大曬咯喎！哇，唔止一個，有幾個青椒喎！即係遲啲可以摘喎，哇！西瓜嚟㗎嘛？西瓜係冬瓜咧，等下問下農場主任先。哇！成個瓜棚啊，嗱，依樹喺樹，哇！喺、哎、你睇下啲瓜，哇！喺、哎、比上次嚟更豐收喎，掂喎、啊。哇！其他又有青椒，喂、哎，依邊啊，呢啲葉啊，依啲係木瓜啦，依啲。呢啲木瓜？依啲木瓜樹係啊，木瓜樹嚟㗎，依啲。啲木瓜樹嚟㗎，遲啲過咯，一年半載有木瓜食㗎啦。睇個木瓜啦，哇！木瓜種埋，哇！第時大把瓜，啲樹點啊？點啊？介紹完營區之後咧，就睇翻自己啦。我而家咧就係將個呢個冷氣機咧就擺咗去廳嗰樹，另外咧就貼一條喉咧就入去咧我個內帳嗰樹。咁樣就可以同一時間又吹得涼我個廳，又吹得涼我個內帳。咁我今晚就唔使咁熱啦。咁咧，去到夜晚啦，收咗太陽咧，我就掹咗內帳條喉走先，吹住自己個廳先啦，因為要煮飯啦。哇！超爽，露營有冷氣，你想點？喺處營地租嘅，啊，咁樣樣。而家教到廿度，入面咧同出面咧明顯已經咧爭一截啦，個温度已經睇下今晚瞓覺嗰陣時候爽唔爽皮先。我而家琴晚下落雨好犀利，全部都係水珠嘅，濕曬，啲車又濕曬。咁啊，今日好天啦，哇，有太陽啦，睇下太陽喺樹出嚟啦，呢個就係營區啦。經過一夜之後的測試，這部冷氣機營主的冷氣機發覺是真的好掂，因為我老婆都睡到很開心。而我怎樣做呢？我首先就是要將一半的風口就放在我這個帳篷的廳這個位置先。
就係咁樣啦，亂咗少少咁樣，因為琴晚落大雨，要收嘢。咁咧，另一半咧，我就係用一張台布臨時整咗一條封喉，搭咗入去個帳目入面啊，咁樣我俾大家睇下，就係搭咗落去帳目入面啦，咁樣。咁咧，跟住咧。之後呢我呢變成呢廳又有冷氣，帳幕入面有冷氣，另外仲可以防蚊，即係你睇下可以防到蚊咁樣，咁啊成個蚊沙都係樹。咁呢如果唔係呢出面呢都係有啲蚊嘅，喺出面呢我而家呢都仲係呢要依個呢完全蚊香，就是這樣，相當不錯。但是記住你一定要自己帶一個拖板過來，這一類型的拖板那就原主都有得提供的，但是數量我估都是不多，他事前已經提了我們帶個拖板。為什麼帶個拖板有好處呢？你看我可以自己插一點插著其他東西，那我電力充足了。我呢同一時間呢就係、是、呢將呢個冷氣機嗰條出風喉啦，出熱風嗰條風喉啦，同埋個呢個出水喉呢就喺呢個帳幕旁邊呢就T 咗出去嘅咁樣。另外就係話特別係呢個出風喉呢嗰處呢，我亦都呢搵石仔呢搵個磚呢就晾高佢，咁呢等啲熱風呢唔會呢吹死嗰啲草啊，就係、是、咁樣啦。咁啊，用人哋嘅草，人哋嘅嘢都要保護下人哋啲呢個設施噶。如果唔係，第時咧冇得翻嚟玩噶嘛。咁啊，講到依處，咁啊，今次個旅程我十分之滿意嘅。咁啊，因為有冷氣炭，咁啊，你哋大家都可以考慮噶。有機會的話，下次一齊喺呢個營地見面啦。拜拜。